开，后来登知肝送到医院，其他负责手术的医生决定等待吴国济回来才做手术，结果手术延迟了两至三个钟头，玛丽医院正在调查详情。听落去可能少少咁咧就邊位都係咁啊，三個整三個鋪住個屋去，咁但係如果某樣嘢係真係太過用氣咁樣上嘅，但係呢個情況似乎就咁睇表面資料係話有另外一個原因，未有時間去睇咧，或者其他嘅一啲專家咧去觀察下，咁呢啲可能咧即係係合唔合當？陳志聰話：手術係由外科人員。揾食噶嘛，我諗過。
受你啦，你啊！跳咗一個理性討論嘅空間，去推動香港經濟發展，去製造更加拉布啊嘛，就係咯，係會打一個好大嘅潮。佢又強調會捍衞法治等香港核心價值，如果獨立嘅司法制度受到無理抨擊，一定會為佢平反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子文報道。